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再度来到三姐鹅肉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哦，他们现在只有假日在卖鹅肉。对。香，要有咬劲。好，那鸭的话是日一二三四五，然后鹅肉是礼拜六。好，那现在就只剩假日可以吃到鹅肉。来，会给他给他一个哦。你到了，这样挤出来哦。哦，这个鹅胗看起来很新鲜啊。来，你买一个哈。好。好，我要那个鹅肉一人份，内用带走，内用再来。啊，想要肥一点的，然后那个有肥一点的，肥一点的会大一点哦。啊，那瘦一点好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然后米血跟有鹅肝吗？没有了，卖完了。好，那鹅胗好，然后跟那个米苔木还有地瓜叶大的好，谢谢。哎，对，来米苔把细地瓜叶大来在吃，来把你也死不多。菜单拍一下，生意好到爆炸啊！蘸酱在这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鹅肉哦，具有假日限定版。沾上蘸酱。好，这是瘦肉，我就比较偏瘦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油脂很香，好赞。万华在地很古早味的店家，那鹅肉很好吃，好赞啊！然后稍微带点好像中药的汤头的味道，好，选举之前还是要先吃个美食啊。真的很美味啊！你叫啥食材？豆豆菇菜跟地瓜叶。哦，真的超美味啊！哪豆豆菇菜跟地瓜叶啊？
再把鹅肉加入这个米苔木里面，就变成鹅肉米苔木。来，我加了鹅。然后味道非常的够啊，赞。哦，生意超好。啊，真的要早点来吃，不然就吃不到了。哦，这下面这边就骨头比较多了。好，刚我喝起来这个汤稍微比较淡一点，好像把那个鹅肉卤水加进去之后变得比较刚刚好。哦，现在这个汤头变得很赞。哦，好吃心甜啊，赞。哦，真的很棒。哦，超好吃。来，不好意思，上车喽。对，他的。哦，现在这鹅肉享受就变成是假日限定版。赞赞赞赞赞！嗯，啊，里面这个油葱很香。哦，汤鲜味美，然后米苔木 Q 弹。真的棒。嗯，哦，好吃啊。嗯，哦，超级推荐哦，万花在地五爪味店家。这个汤头真的赞，好，那我觉得都是满分。好，再是这个米血跟鸭鹅胗呐，嗯，哦，沾上点蘸酱就很好吃。真超新鲜，赞，嗯，煮得刚刚好，刚刚好。这鹅胗感觉甚至有点脆脆的感觉，哦，建议必点，超好吃。哦，分量十足，赞。
超赞的。真的很棒。小菜样样好吃，就是这个大份的地瓜叶啊，有非常多的蒜碎啊，啊，我喜欢这样啊，这个蒜碎这样吃起来会更过瘾。地瓜叶清爽好吃啊！上次我妈妈来吃也是觉得很满意哦。然后价钱不会算中等价位，没有很贵，但是也没有很便宜啊。嗯。清清爽爽，清清爽爽，然后这个配置蒜碎的香气啊。觉得就放心的点，赞。哦，要早点来就是了，不然会吃不到。好，那样样都是满分，有时候记得只有假日才有。好，总共是425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收下，哎。400多块，但是吃起来很爽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记得要早点来吃，不然会吃不到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